知影，咱来唱歌讨论上主。咱就感谢来到伊的面前，因为上主是伟大的上帝，伊托下第二千的所在，伊创造海洋，大海属于伊。来啊，咱来鞠躬敬拜伊。因为伊是咱的上帝，咱是伊的主，是伊造我的主人。圣经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三节，耶稣看见遐规阵的人，就爬上山，已经坐，伊的学生就问伊，伊开嘴假是因讲，心内送香的人有福气，伊天国是因的。今年十八章第十二节，败坏的大心，人的心是骄傲，尊贵的头前是谦卑。这是咱来共读经句。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第一节，主耶和华的心临到我，因耶和华的名与我。